携手汤沐海，发掘艺术之心。在我们艺术探索的路上啊，永远要有新的概念，永远要觉得触联。聆听卡拉扬，感知音乐语言，它会深深的打动你，让你眼泪流下来。它时刻在准备，然后致命的给你一击，打开你情感的闸门。东西方音乐与情感相通，各美其美。你就不应该画中和西，那个地球是圆的，你走到哪儿都是回家。与汤沐海一起感受卡拉扬的身教师恩，领略指挥艺术的精神力量。汤指好。哎，你好。汤指你好。你好，很荣幸采访您啊。汤沐海，指挥家，现任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天津交响乐团桂冠指挥，哈尔滨交响乐团、广西交响乐团艺术总监。他曾与全球数百家知名交响乐团合作，是第一位进入欧洲国家级歌剧院担任首席指挥职务的华人指挥家，也是本世纪唯一获美国格莱美奖、德国古典回声奖、意大利奥斯卡国际金歌剧奖的华人指挥家。纵横国际乐坛40年，汤沐海除执棒国际顶尖乐团之外，也致力于中西交响乐的交流融合，指挥多个国内民族乐团。日前，他与国家大剧院携手广西交响乐团演出了一场向海之路欢度三月三八桂新交响音乐会，奉上了多部极具广西特色的音乐作品。因为昨天刚刚在国家大剧院，我们向海之路的音乐会非常受欢迎。对，我特别好奇，您会怎么给大家解读这个向海之路这样场音乐会？您要在音乐会前面加入一个新，这个新旧的新，新旧的新，哎，艺术啊，永远在重复。你像我们演奏现在古典音乐也是一样的，200年、300年之前的作品，我们现在还在那儿学习它。这个作品呢，虽然是几年前我们也演过，还对旧的作品呢，也是同样的态度，要永远像第一次去理解它，初恋。初恋，啊，对，很浪漫。哎，对，你再感受一下，它好在哪里，你应该怎么去把它解释得更好。所以我们是这么去新的去看任何作品。这场音乐会是浓郁的民族的风格，中国的风格。你能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场音乐会的特点吗？首先，它是主题都环绕的广西，是吧？它的过去，它的现在，我们都穿上民族服装，大家在表现的时候尽量回到最朴实的广西的，甚至是农村高山河边湖边，用自己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它，特别是把它唱出来，因为这个是最容易感染听众的。你比如说这是第一个曲子，广西唱响。广西唱响，哎，它一开始的时候你感觉到历史的沧桑，用很沉重的这个表达，是吧？但你马上就有历史的感觉。那它从这儿开始呢，突然转成快板，非常强烈的通向海路上经受的风雨，他用非常强烈的语言，非常强烈的节奏，然后突然出现了主题。你不管他是水手还是当年的广西民族的少数民族的他们的一种精神面貌，他用木管表示这个主要旋律，弦乐呢在下面轻松的伴奏，铜管加强这个节奏的点儿，圆号在回应木管，他就是用技法了把它统一，它编织成一个交响音画。其实你去理解它的时候呢，我们是按谱子做，听众是感觉到它是一幅画面，必须这是。然后这是广西唱响，然后还有这个关霞的这个曲，它是花山歌潮。花山歌潮，这个曲子呢几年前写出了，我们演奏过，
但是呢，几年过去了，突然我完全有新的感受。他用对位的办法写的这个音乐，他实际上是想表现一种精神，一种这勤劳的民族，他们怎么在音乐当中啊，他们在努力地寻找自己的发展，在工作。所以我这次啊，把它处理得非常的平稳。你比如这小提琴，第一小提琴，然后呢，这是铜锣的锵锵锵锵锵，它是用广西的铜锣在表现勤劳的民族，他们永远在工作。让我理解，好像是一种特别顽强的韧劲儿。对了啊，我几年前指挥的时候，我处理比较随意，我把它就搞成一个有点像欢歌乐舞，我现在觉得是不对的，我自己修正了我自己，我也跟乐队说了，我说我三四年前我指挥的时候是那样的，但是注意，现在我是不一样的了。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在我们艺术探索的路上啊，永远要有新的概念，永远要觉得初恋。初恋。那请教汤指，你看作为指挥大师啊，在您指挥中国风格的音乐作品的时候，和西方经典作品的时候，您自己的内心世界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那当然。你比如说我要指挥勃拉姆斯，那就注重它的格结构，它的线条，它的和声，就像一个伟大的建筑一样。但是呢，指挥中国作品啊，它是文化，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中国的文化呢是更写意，它非常的带有随想，就是招之即来的感受，你要给它很多灵光一现的东西。哇，这是中国的民族音乐的特点。他们的格式其实是和西洋音乐是完全不同的。你看中国的是描写的诗词的描写，从内心到外在的都是非常的巧妙，在外国语言里这都没有啊。外国语言是比较注重结构的，语法这是主要的啊，说清事儿是吧，当然时不时有点表达情感的，但是中国语言在这点上要比他们强得多。那么中国的音乐呢也需要用这种方式。那请教汤指，我们从听众的角度，乐迷的角度，我们在欣赏中国风格的古典音乐交响音乐也好，我们应该调整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就在我们，你说的这个太重要了啊！中国的听众啊，又要学会用什么方式去听。对，你要听古典音乐啊，你要想方法辨认出它的结构。它比如说交响乐的发展历史，城市部、这个发展部、再现部，你一定要想办法听到这个结构。比如说这个大楼，这是进来的，这是中部，那是出口。它这个是这个结构感，在西方音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要听出这种结构。结构你要想办法听出来，这个是西方音乐的主要的最重要的听音乐的方式。中国音乐呢，它更多的是写意，你把你自己沉浸进去，你感觉让自己的幻想啊跟着音乐走，啊，这是中国音乐的特点，让自己的幻想跟着音乐走。对了，真浪漫啊，对了，真浪漫、啊、也确实是这样。这样那可以这么理解吗？就其实我们中国的听众在听我们中国的音乐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更放松一些。对了，更畅想一些。对了，他有一个错误的引导，就是好像他们说听不懂，他其实不需要您去懂，你就真的去感受就行了。让你鸡皮疙瘩，让你的血液跳动，让你的让你的心脏跳动得更快，或者是有点像喝完酒一样。
我想到一个词，是不是要有点点那个微醺的感觉？对了，对了，对了，这个太重要了。你真的音乐感好的人，真的听到这儿会这样的，心跳会加速，你会觉得兴奋，你会觉得想流泪，你会觉得，哎呀，想冲出去干一桩大的事业。哇，它是音乐是起这个作用。在我们的节目中间，我们的观众还期待着您给大家推荐一位国际艺术家。嗯，他是谁？那当然是我的老师卡拉扬，这是对我一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一位导师，在我的世界音乐的历程当中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直到今天回忆起来，都是一个个栩栩如生。他和您的关系是不是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讲的伯乐和千里马的？是这样的，哎，真的是这样的。赫伯特·冯·卡拉扬，奥地利指挥家、键盘乐器演奏家、导演。他在国际指挥舞台上活跃60余年，曾与柏林爱乐乐团有着长达34年的合作关系。在他的领导下，柏林爱乐乐团展现出了犹如金属般的亮色，被誉为卡拉扬音响。如果我们的话题是从您的老师卡拉扬开始，和老师的结缘怎么结缘？当然我出国前我已经得到全世界的那个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家，但是没见过人，只是一个印象。去了德国学习呢，我就一直在寻求怎么可以找到他，起码能够认识啊，拜访他。但我是一个青年学生，你说跟一个真的指挥大师，你怎么去接触？那当时柏林爱乐的一位小提琴手，他是哈尔滨出身的，他听到我的愿望，他说你要找他不容易的，他在柏林啊受到很多各方面的各方面的压力，他不是那么很平和的，而且太忙了。你争取在他的家乡，在萨斯堡，他在那儿比较放松，那我就去了。知道他那天早上排练嘛，我坐那排练厅休息到了，那个小提琴手冲我做一个手势，那这个也很清楚了，杀上去了。因为他这个人很严酷，平时人家都不敢直接看他的。他的眼睛的颜色是蓝灰色的，一般直视他的眼睛你会害怕，但是呢，在那一瞬间我没有感觉到这个，他非常的慈祥和平和，还邀请我参加他的指挥比赛。我当时指挥的老柴的第6交响乐，悲怆交响乐，悲怆。我那出生猪都不怕虎，我也不知道这是他最拿手的东西。我要知道，我不可倒不敢指了。他来看我指挥，指完以后，他就说：“你这样吧，你这个比赛你也别参加了。明年我们乐器开幕，你来指挥我们柏林爱乐，然后你跟我学习2年，在我们那儿待着，就有啥干啥，有什么听什么，有什么看什么，就把你柏林2年，你把当你家吧。”哇！我知道他给我的是最高的荣誉，
我一个慕尼黑音乐学院马上要毕业的学生，毕业以后第一场音乐会就是指挥柏林爱乐。我在柏林爱乐工作的时候啊，卡拉扬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就早上9点钟的时候啊，大家都在舞台上等着，你会冥冥之中觉得他来了，他在这建筑里，就没见到人，没见到人，但是那个有股对气场吗？对，有股气场，这是非常奇怪的一桩事，谁也解释不清为什么。在台上，大家乐手在练琴啊，我们在这坐在边上，对吧？很潇洒的时候，突然来了，果真5分钟之后，门前看到他，你是没法解释的。你突然觉得那空气里边他在了，这个在舞台上我相信是最明显的了。你看他这是闭着眼睛，手举起来那一瞬间，那气场已经沉了。我自己也是。大多数情况下要指挥古典音乐的话，我会在那一天呢，感觉就是我就是作曲家本人。所以我在演出前我不愿意跟人家打招呼啊、聊天啊什么什么。你从早上开始，你就要感觉到今天晚上你是指挥布拉姆斯还是贝利奥兹还是柴可夫斯基，你应该感觉到你就是他本人，这曲子就是我写的。你整整准备一天，到晚上指挥的时候，你身上带着是他作曲家的精神世界，整个融成一体的。是，这时候你忘记了所有的自己，你也没有想到自己是在为别人服务，就是你表现你自己。其实，那这种传承，这种习惯，是来自于卡拉扬。过去我受的也是非常好的老师教诲我们的，大多数是技术啊，你这儿怎么指，那儿怎么指，这儿热情点，那儿含蓄一点，但是他没有连成你自己，他只是你在做一个学问，就像你写字一样，是吧？毛笔字啊什么什么，只是一笔一画，对，但不是你自己。比如说贝多芬第六交响乐的开始的时候，给你把图画出来，图写也出来，然后一个点点解释你怎么指，到这儿停一停，那什么什么什么都说了，但是还是不能成为真的指挥。如果说从其他很多优秀的老师身上学的是技术方法，但是您认为那是片段，对，但是真正把它所有连在一起成为您自己的，变成您自己的这位老师就是卡拉扬。那他每一场音乐会里总有一个地方、两个地方、三个地方，他会深深地打动你，让你眼泪流下来，抗拒不了的力量，你知道吗？哇！哎，你真的去听，他时刻在准备，准备，准备，然后致命地给你一击，打开你情感的闸门。Thank you.
当时在音乐会上给我的真谛，就是你一个是要怎么掌控全局，在最后任何铁石心肠的人我都打开你感情的闸门，我都可以击破你，击破你的铁扇儿门。这种感悟如果用语言现在来分析，能够分析出一些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些方法或者说技巧吗？他不像伯恩斯坦，这是我另一位老师了，他可以把他所有的感觉都用文字表现出来，甚至用教材。他在电视上他也是非常好的老师，道理也说得很清楚。人家伯恩斯坦，我跟他工作完了以后，我说有一个乐章我不大理解的，我说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这个事情，不休息他就跟你讲这是这样那是这样，就像一个音乐学院的老师。可是卡莱扬不一样，卡莱扬深深的藏在里面的人是他跟你不说的，他平时话很少，他只给你创造机会。我相信他的神秘的地方就是他看中了人，他相信你，你一定会成，培养你啊，或者是帮助你啊，让你自己去感受。那你怎么去感知他？很难讲。我相信你自己是很重要的，你要有先知才行，你自己要去想通他的，去感觉的啊。所以他让我任意的参加他的排练，他的排练是禁止的，不让人进的，所有的都是因为都是很有名望的教授啊，或者是名家呀，什么都参加他的乐队来，他也着力的去吸引这些队员。那么他有时候那是说的话也是很难听的，那是直冲，所以他不让人公开的去听排练的。那我是特许的，但是他在排练的时候啊，我呢从这个上学到了，你一定要启发大家用什么方式去把这个音乐现象做出来，怎么样可以得到最好的声音，怎么样可以做最好的渐强，怎么可以好好的渐弱，或者为什么这速度要快，为什么那要慢。在音乐会上它的释放没人能比得上的，释放出来的时候啊，那种力量就是刚才我说的，它可以打击到你的灵感的阀门，它可以打开的。所以每一次完了以后啊，就像很多流行乐音乐一样，就是最后是使你成为疯狂，它在你心目当中建造另一个世界。人间它有这么美好的精神世界，可以忘掉一切的，这个它的力量是无可比拟的。我真的听得很入神。我觉得我们中国传统说这个教育家，两种方式，言传和身教。卡莱扬是不是他不像伯恩斯坦？你有什么问题，我给你解决。他不，但是呢，他让您观察他，对，跟他相处，对，去感受他。在这个感受过程中间，对，您慢慢的自己领悟。在指挥界有着传奇指挥家称号的卡拉扬，成为各国指挥后辈的引路者，源于他有着难以复刻的指挥艺术风格。卡拉扬指挥时的经典姿势是微闭双眼，用威严虔诚的神情，平稳简朴的手势，引导乐队奏出一段段交响洪流。台上的他闭目深思时，靠全程背谱来指挥演出，动作细腻精致，幅度大但却并不剧烈，与同时期伯恩斯坦等其他指挥名家形成强烈风格对比。如果跟大家分享，您觉得您从卡莱扬身上他传授给您的或影响您的三点，可以这样来梳理一下。第一点，我要说他的实在，他是实实在在的，可以，我们可以说德国工匠，脚踏实地，精心的准备我每一个音符，哪怕一个很粗浅的乐团，这是我从卡莱扬那儿学到的。你认真的对待任何细节，每个人都可以制造神圣，其实甚至一个很普通的乐团，但是你把大家的精神力量汇总了，那个力量出来的它不输名团的，永远不要认输。第二，
就是那种高度浪漫主义的释放，他正因为有他这个踏踏实实的准备，准备再准备，还要准备，十年以后还在准备，一直到生命的终结还在准备，但是他释放的时候是不可阻挡的，征服哦，他就征服你，你喜欢不喜欢也罢，你懂不懂也罢，你听我的东西。他这是从千百个小时的工作实实在在爆发出来的东西，为了设计一个高潮点，那今天我的工作风格一样，一模一样。我知道我在这儿停着就跟你不下去了。我艺术精神，音乐艺术精神，它是个时间的艺术，它是靠每一分一秒的积累的，它不停地在走向它最后的一幕，集中力量打击一点。在战略上啊，我是很能感受到这个的。其实就像打一场大战一样，你说最后你想赢吧，对吧？你把它比喻成有时候就像我们说像战斗一样，对呀、啊，所有的战术什么呀，你在那最后是为了致命一击，对呀、啊，根本的目的，这个艺术一定要有，特别是音乐艺术，你折腾三个小时你干嘛？你要让他血热不起来。那他教会您的第三点，要做一个好的生意人。对了，第三点是要做一个好的做生意的人，听不懂吧？听不懂了。这是他的特长。卡拉扬具有非凡的商业才能，除指挥身份之外，他参与到多个剧目的联合制作中，并把演出实况录制下来售卖。他创立了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独自接洽地方市政府，承担融资与筹备工作。他还对音乐市场富有远见，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预见到影像取代音频是大势所趋，因此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管理他演出的影像资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长？或许跟他第一点他的实在有关系。他其实对任何东西的那种认真的程度，他可以把他的每一个音乐活动或者他做的伟大的音乐事业把它演变成生意，他会很好的卖他的东西，这点是差不多没人可以学会的，我相信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我相信。也不是说你现在跑到大学里再去重新学一遍管理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甚至是学会计，这不是这事情。他是很会把它变成商品卖出来，这点是我是永远学不会了。他的唱片的销量，唱片的规格，这个我相信无人匹敌。全世界的艺术家呢，都还是比较专注搞自己的，哎呀，这个很孤僻，也不跟人接触，什么什么。当然，他们也可以卖他们的商品。卡拉扬他的身边永远。大经纪公司的总裁，唱片公司的老板，大银行的陪在他边上的。他在排练的时候可以同时做3-4件事，这边打着拍子，全乐队在排，然后在这边的唱片公司的老板同时在跟他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那个是，他这一手还接着电话。但是你出问题他马上知道啊。你这边出问题了，马上他一切停了，来，你现在说不行，重来。哎，你很奇怪，这个就是符合功能啊，也是很强。他在指挥歌剧的时候，他本人就是导演，其实台上台下他是就是他，他永远自己导自己，然后他的歌剧也是永远他自己导，尽量少请别人，因为他从音乐出发。去把戏弄出来，我就尝试着掌握这一切。但是有一点做不到的，我不会同时做3-4样事儿。我在排练，我排练的时候比他专注。卡拉扬一个人就如同一支乐团，他可以导演、制作，甚至负责舞台布景与灯光。出身钢琴家的卡拉扬也曾在音乐会上上演了边弹奏边指挥的经典场面。
那汤芷，如果我们现在把职业老师身上得到的东西啊，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就是一种学校里啊黑板上写的，或者发你一个教科书，或者这两三个钟头跟你说点啥，他不是这样。你从他每天踏踏实实工作里，你再吸取这个营养，所以他是一种，说穿了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我30年的全世界这样的旅行演奏啊，指挥了300-400个交响乐团。那满满的在里边，在精神上，在肉体上，你为什么说到这儿？这是永远的，那是永远的，这不是随便说一个感谢，这他不是这个，而是你就知道你的身体里有它就行了，一定是，一定要有血缘关系，艺术就有这魔力，它可以把你。在精神上抓在一起，包括那些伟大的作曲家，他们留下的东西，为什么一代一代的人100年、200年留过去，你还在那儿学习它、钻研它，要把它弄好，一样。因为一个伟大的人做出来的事情啊，它是不同寻常的，它不可以用一般的道理来解释的，做了就做了。做了就做了，我也是跟现在对年轻人也特别注意啊，想办法从小激励他们这种东西，你要么就是给他那个精神，看他有没有这样，道路是自己走的，道路是完全靠自己走的。那恩情啊，说着容易啊，什么叫恩情啊？有很多人嘴上可以这么说，其实心里是没有的啊，那真的恩情，永生不忘，另外带着进坟墓，是吧？在教授音乐技术、引领职业道路之外，卡拉扬给汤姆海等后辈音乐家留下更宝贵的是艺术生涯中的精神引领。
在卡拉扬多年身教重于言传的影响之下，汤姆海在自己的指挥生涯之中，无论西方经典交响乐、中国原创作品，他都重视如何通过音乐来传递情感，直击听众心灵的共鸣。那汤指，您如何来看待在新的时代，我们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一直在用各种各样的艺术方式去表达我们中国的故事，或者说是传递我们中国的情感？从这个看呢，其实你就不应该画中和西、东方和西方。对我来说，很年轻的时候就明白一个道理，那个地球是圆的，你走到哪儿都是回家，你往哪个方向走，最后终极都是回到的家。大家共同的东西都有情感，我们是有情之人，也就是通过音乐怎么把世界联合在一起。所以对我个人来说呢，很早以前我就想通一个问题，我要到欧洲去学习，不管我跟谁学，我在哪里学，你学到的是音乐当中的情，你必须去拿到这个情，你必须花一些功夫的。但是学通了以后，你发现它是一家。其实汤指，其实您刚才聊了一个我很感兴趣的话题，你说其实最好的音乐会其实是要达到那个效果，是应该让观众流泪。对的，因为我自己啊，其实从少年时候我就觉得一种豪迈的壮烈的音乐和柔情的音乐啊，会使我发生化学变化，这个很自然的一个东西。这音乐它不一定是听懂了，给你的力量，给你的柔情啊，它其实很自然的渗入你的心田的。所以音乐它最柔和的时候啊，怎么都忍不住眼泪的啊。那么反过来说呢，我今天是职业的音乐家，其实不是说去音乐一定是去说明一个什么真理，是吧？它还是通过情感告诉人类啊，有情感呢、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和动物的区别，是吧？你有情感，你知恩，你知爱，这样子你的生活，你一切你想追求的和平，比如说，就是大家有情感，事情就好做很多。所以我们呢，现在在西方音乐的传播上，在中国是有一点困难的。为什么？观众都说不懂。哎，你怎么让他懂？这已经很艰难了，是不是？我们这音乐家搞了一辈子才懂啊，才能感受到啊。你让现在观众都要去懂、去感受，这是真的是很难的。所以我并不主张啊，西方的音乐真的是至高无上的，这是错了。这是我们人类整个音乐文化大家庭当中的一只奇花异草，它是文化的一个品种。对，一个品种。一个品类。对了，那我们东方人的所谓的民乐呀，或者是民间的艺术啊，那是另一朵花，这是就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所以我现在用同样的精力去对待民族音乐，这也是我从小接触到的。我爸爸是电影导演，所以他让我什么都接触，我两种文化都有。他也从来没说过你要学西方文化，因为他自己拍的也是中国电影，他那个年代，但是他表现的那个精神世界就是人类社会当中的强有力的一面。你因为我们的音乐文化它
他用的形式和思维的方式、欣赏的方式跟西方音乐的不同，所以我现在不遗余力，我对民乐和对西乐用同样的精力和认真的态度。我在中国啊，指挥了不下十几个民族乐团，我现在还是上海民族乐团的这个荣誉艺术指导，带着他们周游世界。我现在在计划去出国啊，现在都在做这样的，把我们的民族音乐介绍到世界上。不是说我是西方音乐训练出来的人，跟着卡拉扬我就一定要搞西方音乐，而且这里头互相借鉴，你把西方音乐的一些原则啊用到民族音乐上，非常非常好。中国的民族音乐用到西方音乐也非常的好。为什么？中国人的那个诗词境界啊，那种细巧啊，那种语言和音乐的关系啊，刚好是西方音乐里缺的。这是您在实践中间感受到这种互鉴带来的魅力。那请教汤指，您和卡拉扬先生是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不知不觉，您现在也成为伯乐的角色。对，您现在怎么来帮助年轻的音乐家，或者说怎么来发现您眼中的千里马？我在上海呢，十几年以来，做成了一个小天使，音乐小天使的系列。我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谁来告诉他们？你可以学习得更好，你可以学习得更快，你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只有我们这样的人，过来人，是吧？你带着孩子呢，帮他们解决问题，他们会有很多疑惑。因为孩子演奏音乐的时候，第一他不容易把自己的灵魂摆进去，因为他可以说我没经受过这些，可是那曲子都是成人的曲子，是吧？表现爱情啊，表现波折呀，表现人生的争斗啊，或者什么的。那么他说我也没见过，我也没经历过，我怎么能拉出那个？那么这个你的作用就来了，因为你有这些经历，老师起码可以向他们解释，你现在这个阶段先注意技术的部分，音乐也是时间的艺术，你先去解决你需要的东西，是吧？特别在孩子的时候比较天真，也没有太多的外界的干扰，你就好好打基础，你会在某一个时间段突然感受到一切这个作品啊，突然在有一天它会展开它的美貌的一面呢、啊，展示它为什么这么美。另外呢，是给他们机会，给他们创造一种环境，是很专业的。我在他们在上海搞的就是成熟的乐团，短短的排练时间，你是上台要表现出一个甚至是一个大艺术家的气质。那些孩子起初走路都不会，上台都紧张的都顺拐了，是吧？我创造这些环境让他们早一点解脱那种负担，最后他们通过十几次的锻炼，等到稍微到了最好的时候参加世界比赛，一举夺魁，他心里是非常镇定的。顺着这个延展，你怎么看待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那真的要从儿童开始，这些孩子啊，其实需要的是最好的老师。他一生呢是启迪他，走上艺术，走上文化，走上音乐之路。你不是去陪着他什么，今天一个钟头，明天两个钟头，什么？你是启迪他的心灵，他的精神世界。
所以其实又回到您刚才从这个话题就又回到了身教胜过言传。对了，他钻到这里头，他发现了自己的世界，他钻进去了以后，哎，这创造性的走这个路啊，他就找到了心灵世界和现实的关系。没错。最后一个私人问题，您对于您的孩子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或者说最想让他们听懂的一句话是什么？我的孩子是18岁嘛，他从小生出来我对他照顾非常少，我老是在旅行演奏啊什么，但从3-4岁的时候我带他去我的排练厅，就像我爸爸把我带到摄影场片场一样，我指挥的东西都是很复杂的成人音乐，比如马勒的交响乐，他跟着我小姑娘跟我到现场钻了国外国的乐队啊，一坐下以后就定住神了，他就听着就神游了，这是非常奇怪的一桩事。所以我对我的孩子啊非常非常的谨慎，我不轻易的去动他的内心世界。他甚至到现在或许有的时候所谓的大家说的逆反啊这些，你也不要去多想这些东西，因为每一个孩子肯定都不一样。我想这些年来啊，我的整个的态度对他的是可以总结成一句话的，这句话就是你应该成为你自己，我怎么都帮助你成为你自己。所以我在永远在他边上辅佐了他，但是我从来不去规定他怎么走，我只是辅佐着他不要太斜太歪了。你知道你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你自己会努力的，我永远支持你，随便。就他现在非常成功，小提琴已经是独奏家了了，我是兴奋的，不说了，这。哎呀，这个笑容啊，灿烂的笑容，对，幸福的笑容，对的，甜蜜的笑容。指尖起舞，释放浪漫，诗意音画奏响东方，前行背影，山长水远。精神力量，后辈之光。